国风少年，无惧标签。大家好，我是千蔚，现就读于中央音乐学院古琴专业。有人称我为会弹古琴的小姐姐，但这一次我的标签是国风美少年。小红书国风美少年少年榜将于11月23日开始，请大家多多关注我，多多为我盖章吧。爱奇艺悦享品质。